好，我们今天带着同学画这个小鹿跟鸟的素描啊。那么画的时候，主要是你看啊，一开始老师就定了这个位置，这两个耳朵跟脸啊都是一样长，这个三角形。完了以后，眼睛的位置啊稍微斜一点，这个定好了，基本上就容易画得准确了一点啊，画得要精神啊，黑、白、灰颜色啊。注意毛发的地方要画的自然一点啊，不要一根一根画，要快的画，像画速写一样的，这样出来的毛发就特别真实。